病毒了。我们需要早点去找僵尸，叫肉日。对，我已经扫了四格了。嗯，去打个招呼，扣太多了。嗯，还好他是木符，我是石符，砍的比较痛。欸、对，我刚刚也是，他打木符，我打石符。只是我没想到，竟然是他先砍到。啊、我也是，我刚刚有一个偷袭，我也没砍到他，被他闪掉了。工作台可以带下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好。好了，我给你了，你在哪里？那最下面有钻石这边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做个盾牌，一人一个盾牌，好好你顺便带下去。挥挥。好啊，我这边有铁镐了，我把上面的黄金都挖掉。你好像听到洞窟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想要克格，我觉得这个血量好恐怖哦。行啊，好近哦，给你，好近的。我挖，有，我要去挖铁了。多挖一点铁，我们需要铁。等一下，彤彤，你丢哪去了？地上啊。你找啊，就在那附近。自己找啊，关我屁事，都晕了，我都已经丢了。有吗？你看一下身上有没有还留着？没有啊。消失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，在你身上啊。什么东西消失了？工作台。啊，你是给我盾牌啊？啊，对，我给你啊，对哈，我忘记给你工作台。哦。哎，黄金真的好多哦，我又挖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点神血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早知道就直接砍死他了。哎、欸，我不行，啊、我不行。我那边是两个人。我那边是可以有机会砍死啊，可是可能就会再挨一招，所以想说先回来。对啊。想说不行，我要久一点。嗯，一手。围堵，围堵。烧铁，旁边就有铁，我都没挖，还放火把。哦，我还没，我想说，我给完东西再上来挖。才一颗而已，你好衰哦！好衰哦！你怎么那么黑？哇哇，小龟，你是从刚刚上面堵到现在哦？堵到没有啊？我当然是、哦、就是堵个意思意思而已啊。哦，我以为你堵了什么、这个有峡谷哎。嗯，有峡谷哦。危险危险！有岩浆哦。哦，虽然都没看到什么、啊，但还是怕怕，还怕怕。先有铁装吧，上面有铁，传到你那里。好，有看到头上有铁，有，一手，钻石嘞，被挖走了，可恶，六颗，没有，你拿你拿。今天繁星是不是也累的啊？那也在重生，对啊。嗯，那石井灯回来了耶。对啊，可是不知道到底他也没有讲话，状况如何？可是他至少也没有扣血，代表他至少不是在外面。嗯，我记得他刚刚不是说他有下来吗？他说有看到我们的矿洞。对啊，不代表有下来。我觉得他是延迟，因为他刚刚说他看到我，他在我旁边，可是我明明在矿洞里面。对啊，延迟。正常了。你来了，你正常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满的，满的，满的，你是不是重开数据机？我重开机，重开机，重开机哦，这也是一个方式啊。数据机我也重开，我打怪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重开数据机。那石井，你下得来哈、哦？我找到你们的洞啊。你找到吗？还是找不到？因为我把入口堵起来了。石井，你是找得到还是找不到？找不到你们的洞，我找找，而且我刚刚在外面没有被怪打呀，好猛！坦坦，你们要带一下，你不要上。我带一下，我上去。辛苦石井，你嘿，看一下，等一下。石井，你不要理那个哦，你刚刚不是有看到稍微看到我们洞窟吗？我在那个我旁边，我堵在一个。你有看到我 ID 吗？你有看到我 ID 吗？你往下看，对。嗯。你现在有看到我 ID 吗？嗯。现在有看到你的 ID 吗？有点黑耶。没有你看的、哦、要看他的 ID， 不要看他的脸。好，从这边下来。对对对，哦、要看他的 ID 哦，不要看他的脸，他脸是黑的，没错。哦，正常了，OK。
心。啊啊他进去有哎，石井补肉吗？你补的多一点。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块。好，我叠，等我一下。叠完石井就下去吧。再做一件裤子。发现哇，好多叠哦、喔，会挤到你。对啊，超多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这边要不要开始挖一个那个啊？可以种树的区块？种树的吗？嗯、我找一点有。我写最少。我已经在烧黄金了，准备可以刻了。我已经把一个矿洞逛完了，还是找另一个矿洞。那我去上面的那个峡谷看看。好，我刻个金。耶、啊！ Yeah, 我再烧，再烧。天哪，求木头！木头，我这边有35个，在最下面。石井，一路往下。好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要走太快。别摔着了。嗯。好、哦。一手。对、欸，我们同意一下，那个走的时候右火把插右边哦。啊，来给你一个石稿，谢谢。一点点木头，等我们有种树就更多了。等团团，嗯，种树将军，对，种树将军，我今天就是来种树的。原来是卖苹果的大叔啊！好，这边挖吗？你怎么也都铁装了？我刚刚挖到了，我就直接烧来自己先装在、欸。里面有那个、哦、黄金，你等一下也可以做氪金。我挖最多铁的，我还没有铁装。石井，你怎么又往上了？我来挖煤炭，这边好多煤炭。好，这里哦。好，就先氪个金。喵喵喵喵喵。那我黄金耶、欸。有更多黄金了，黄金要用铁镐啊！对哦，太厉害了！你等一下，等一下挖，你就记住那位置。没有没有啊，有啊，有黄金啊！你不要装作没看到啊！那不能挖，算了，没看到。要啊，很需要。然后中心坐标在欧达拉斯右。要。嗯。为什么？有更多的黄金了、欸，这里真的是满满的黄金啊！现在如果我们有什么打到一堆枯工的那个骨头，然后再弄树的话，就很爽。真的，果然刚刚应该直接打到底了。没有，我很怕我会先被他砍到。我这边也是，因为很多人，就都只剩下我跟石井这样的意思吗？对对对。你有意见吗？可以跟石井一起玩、欸。他很有意见，他很有意见。我挖到钻石。你怎么用钻石啊？你用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你真的是钻运大爆发呢！你每次都好赚哦、喔，真的超赚呢、欸！我的妈呀，今天矿运很好。再多挖好不好 ？Diamond Boy。嗯。所以你以后玩月姬就要穿指示服了哈。这还是一个粉丝帮我画的。好怕换件身怪啊！嘿，挖到边界了你。好，边界是80分说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对，80分，对，80分。哦，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。哦。哎，我这次有在听哦。老人机时差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这边的黄金太多了啦！哇哇哇！红木木，红土嘛，红土也多。挖完我们就只要等苹果就好了。种啊，种苹果啊！对对对，我在挖空间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青金石，我们好像不需要青金石吧？比较难附魔。不用。对啊，青金石就算了。还是可以先挖个啊！有先行哦，看看附近，等一下。石井，你好上面哦！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在挖黄金。哦好，一手，怕掉下去啊！我这个地方就可以哇，7个哎、欸，7个耶耶耶耶， 耶好多哦！我刚一瞬间把哈基认成汪汪，我刚吓到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哈家贼。对啊，因为血少了，开始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铁先烧，对吧？先烧。
你们知道大概最少几个高吗？五格吗？还是五？至五格一定不够啊。那应该是七格，因为我记得不是我就是七。七啊，七七七。好，就七七七。昨天是七七的。你说阿纪也要帮忙挖了吗？对啊，我在帮忙啊。可是你今天不是钻哥吗？对啊，钻哥。哦，好好好好，种树哥不好好做事，还要钻哥来帮你。问号。哎呦，我在努力了，我在努力了。你说，我那个超怕忽然间掉下去了。一定要好好蹲好，高空作业。啊！我要赚，我这边有26个黄金了。啊！好多、哦，我有那么多苹果吗？有，现在要来弄了，等一下就会有。六。金晶石。那我这一个我就先坐在身上，然后不要吃掉，碰到人再吃好了。我很怕被下面的射、欸，这个距离有可能挖旁边过去啊！喂，呜，好近！天哪！我在这里行动都好怕、啊，稿子都看坏了。嘿咻嘿咻，找不到矿洞哎、欸，一定要矿洞声音。我们这边是不是比较衰啊？就是都没矿洞。你可能要到下面一点，不然你可能都会听到那个峡谷的。嗯嗯，你峡谷在这里，看一下哦。峡谷差不多30层，30层这里有峡谷。嗯，你在逛峡谷吗？我在逛上面啊，下面还太大，而且我怕逛下面很危险，怪物空降就 QQ。会蹦蹦蹦哦。嗯，亮一下。哦，挖爆一个铁镐，铁的状况还 OK 吗？所以，我觉得好缺啊、哦。这边没在烧铁了。哦，那还是没铁了，用一点石镐。好穷哦！哟，怎么了？岩浆。好。都怕怕，都怕怕。铁都挖完，都烧拿去用了。哦 my god！ 怎么了？没事，活着活着，活着也没扣血，好不好？你要说的很像扣血了。你想，我想去对面插魔法哦。看看我的高空作业。你想，终于快要挖出一个坑可以种。24分钟，所以现在外面白天。对，白天。有点想要出外面溜达溜达，去外面看有没有人，然后顺便挖苹果吗？对啊，感觉可以耶，可以。可是我没装备，我怕怕。我现在身上是有装备了，还是我把装备给你啊，哈基？我去啊。好啊，这里11个钻石，觉得要怎么分配？哇塞！先留五个嘛，对。五个是要找皮革跟那个吗？对啊，看之后找不找得到，找不到再看要做什么。钻石哈，钻石哈，六个能做什么啊？对，11个，6个钻装吗？对吧、啊？不然就做钻装。钻装、啊，还是要钻剑、啊，一人三把钻剑。装备还不错啊。装备啦，做装备，你做装备你穿啊，好好好你穿。不，要赚哥哎，要给巧克力钻。不行啊，我是2015年啊，你赚哥哎。我工作人员还是要给那个负责有战斗的哎、欸。没有战斗啊，我闪人了。他的巧克力是铁装满的吗？满的。OK， 好，我先下来烧个黄金就出门。嗯，32颗黄金半组。种树了没？先种啊！先种啊！我给我泥土，给我泥土。你有泥土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姐，你有吗？哎、欸，去填上面的洞了。啊！
好吗？我上去。我有。他记得。啊！穷的连泥土都没有。他记得。坦坦，你有多的黄金吗？烧好的。有十四个。先给我。身为一个专业的职业矿工，吃土是一定要的。来，土三块，备用粮食。来，多的给你们。去外面溜达一下。嘿啥。你要活着回来哦，这样应该够高了吧？可以啦。子你在干嘛？帮他长大。这样子他会长大吗？哈基。会。这边可能要挖开一点。